那是爷啊，那是爷，那是爷的好宝贝，这想好久了，爹给你爷买的，这是。你给我买的游戏机，那给我玩玩呗。啊！啊，可以哭了。你开吧，我不想开。这道给你，兄弟的，过去的。哎，这爷爷的，开了没有？哎。啊。你咋不买？哎，我把里面买的游戏机放到里面怕震吗？大的游戏机。游戏机？这爷一走就低了呗。走哪儿都可以打游戏。这谁包的这是？你这你得问那快递员。我以为是你包的呢。哎，走的。买给我呀。这个他说这是傻妹的。这本来就是嘛。傻妹香辣片吗？就是傻妹的是吧？傻妹香辣片。傻妹的吧，我说是傻妹的吧。这个好吃，好吃啊！看你们啥样吧，还真撑了挺多牌子。不许侮辱傻妹。好嘞，今天是不想混了。啊，这个是空气加湿器，正好两个，我们一人一个。放里，这个你可以玩了，儿子。去找个矿泉水瓶去，它就冒烟了，去。嗯。找矿泉水瓶把它装上，然后就冒烟了。哎呀，厉害！哪玩去了都不记得了。嗯，是这个，好用了吗？好用。这个往哪放的？没电呢。啥？没带呗。这咋回事啊？怎么感觉它出这个出的慢呢？比我那个。可能水刚开始水没上来。我估计哦，滤棉没有浸湿。嗯，把这个呼和浩特加湿一下。那得多少水呀、啊？没事，就这小瓶就够了。你机器就这么大，用了多少水？那个啥玩意儿没研究明白，这个是罐儿啊，那叫炮头，装口炮头，插几个鱼竿，你上没地儿插吗？架鱼竿架，知道了吧？就干这个的。然后这个是往那个侧面哪块上的？看看，拿脚，哎，上侧面的，对，哎，对头，儿子都要打针了，看你萌萌姐姐买啥了？输液器打点滴的，紫色的是小号的，你可以拿一个玩，不能都换啊。萌萌已经，而且你不能带针头啊。高锰酸钾，这是高锰酸钾，他手上那个。这哪高？你买高锰酸钾了？买了。萌萌以前的就是点滴袋呢？防水袋，手机防水袋。爸爸点滴袋呢？防水袋吗？爸爸，点滴袋呢？点滴袋啊，管子能放点滴的。压麦袋吧，在车里。嗯，不是，生理盐水在车里。要啥？就是挂在上面那个包，输液的。那就是生理盐水。生理盐水。嗯。好，想玩啊？嗯。我吗？给哥打一针。嗯，好。紫色的就是小孩子用的，或者是小血管用的。给你打点柴油。打点柴油，加点汽油给你。打气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吗？嗯，哎呀，你放个屁点个火刷就上天了。一下子就到东北了。哎，这有啥呀？那个是碘伏棉签跟那个打点滴的那个贴手上的。我去，这假是你要准备开诊所了啊？对呀、啊、那一路上不得赚点钱吗？这是啥呀？这个相机侧盖。哦，还是一样的呀。嗯，它没有全封闭的。你买这么多注射器？相机拿来，相机。你自己带针玩的啊？嗯。萌萌姐姐，你买的这个是专门用来赶苍蝇的吗？对。放哪？别过来，那针头掉了就完蛋了，赶紧放回去。哪儿拿放哪儿。有什么用？你告诉我。生病了可以打针。打屁股疼。你会呀、啊？妈的，护士啥不会呀、啊？这他接生的人，接生婆。接生婆。等以后你结婚，你媳妇生孩子，让萌萌姐姐给接生，好吧？你媳妇会是空姐吗？嗯。你媳妇会是空姐吗？应该是，有100%的几率是。为啥呢？因为我喜欢空姐。你坐次飞机就喜欢空姐了是吧？哎呀，那你要坐次导弹得喜欢谁呢？还有烫头的。看着飞机。烫飞机。我就是坐那玩意儿来的。你也能穿嘛？分你一件。对，我也能穿。他也能穿。分你一件吗？这么小啊！你看，分你一件。可以啊。这是啥呀、啊？
西洋馆。西洋馆，对，水藻馆。西洋。这个放好，一定要记住放哪里啊？这是用来干嘛的？咱有吸氧机，万一你那谁吸吸氧，你也想吸氧可以吸氧。这好像也不是我的呀，这是你的是裤子。妈，你这胖子都买黑色。是你的。啊，这我的。说错了，瘦子都穿黑色的。啊，错了。飞，飞，给这个油不错。这个是可以。哎，狼长呢？这个是这样的。啊，好，飞。给我放好之后，帮我放到那边去，谢谢。这拆啥还有啥拆的？哦，这是那个呀。好少女心头，猛男配色。猛男配色。这不是怕有时候啤酒来不及冰吗？冰两个冰块放啤酒里面。哎，可乐加冰啊。对呀。最好。猛男配色。然后完了。他白凉粉他一直没发货，发了货的话这个是就做白凉粉，然后里面放水果。这个用起来。这个老头。这个是啥？好了，基本搞定。